好，谢谢。培养土放到里面，把培养土放到里面。老师，我要。好，对，你先把培养土放到里面哈。哎，你干嘛动起来？你要装土。一点点就好了，好了，那个就可以了。好，对。在今天所做的一日农夫的工作，一直到他们回家之后，他们也继续的去，关心去照顾他们所栽植的这个红梨，这也就是他们不单单只是来这边来享受大地的乐趣之外，还有做这些这个做红梨的这些工，他们也能够相对的把这里的知识做法带回到家里之后，他们能够继续的去关心他们自己所种的，哎，有没有成功的去发芽，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在这里。这江南梅地分成了五个工法，那第一个工法就是这个用这个穴盘育苗，然后过来定植。第二个工法就是那个子宫印母法，它的这个原理是从这个穴盘的原理来讲，就是我们以大地为母，大地为母亲，然后在种植区挖一个小洞，然后再把培养土放进去，挖了洞之后再把这个种子再给它放入这个培养土里面，然后再轻盖，轻轻的覆盖土。然后第三个就是调拨法，在种植区挖个数个条浅沟，然后再每到30公分处之后置入一些少许的种子，然后再覆盖土。那么第四个就是传统的撒播法，这个传统的撒播法这个非常简单，用手抓取之后就平均的均匀的撒播在土地上，然后再用钉耙给它清理，把覆盖土。第五个就是穴播法，在种植区挖个小洞，然后把几个10到20粒的这个种子给它置入里面，然后再覆盖土。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意思为什么拿掉呢？回来不能去背。咱爸爸爹妈都，我爱出不掉嘛，那是漱口啊呀。我们的爹爹那样，干嘛要没有漱口一样？再回来不能去那么多，就妈爸爹妈就闽南爱出干嘛的？哎呀，这个挪呀，挪去了都得出，哪个都得出。所以。他利用这个方式是蔬果，像做百家瓜，这个是它的主要性是这个。重点是让它。让它能够更茂盛，更旺啊！是吧？你撒了之后，轻松啊！每25公分你要撒的时候翻一点，然后再用土掉哦。每25公分。对，那个饼的长，那个饼的长，你不要挖太深，妹妹，不要挖太深。不要挖太深了，妹妹。挖太深，那个种子长不出来。25公分用那个梁，哇！你看啊，这样就可以了，画一条线，画线，画直直的。我先撒这边，有石头。有石头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每30公分，大概这样距离，在这边弄，对，然后再铺开土。再覆盖一点土，好的。谁在那里？我们用完了，先不要用。我们用完了，可以先给我们水吗？先给他们用，他们用完了，先给他们用。我先帮你们拿。对。这个子宫孕母法，那个要把那个什么，那个培养土要压一压哦，压的就跟你们那个用血盘法一样，血盘法。其实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非常真，老师很高兴。你们今天不是说谁最厉害。谁最会，谁最用功，不是最厉害，而是最厉害。就我们今天刚刚讲过了，我们要真正来体验当农夫的体验。什么是红梨？怎么种？有哪些种法？好，从这个部分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些辛苦的农夫，他们是怎么经营，怎么样去流血流汗，怎么样去照顾这些农这个红梨的。红梨后在我们马家乡现在是很夯，因为我们乡长在推动这个红梨，都推动到大陆
所以我们马家家的红梨都很真的是销路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马家乡大概有在30公顷左右的种的红梨，所以这个红梨呢，我们大概要种1公顷的话，不能说一下子种，最起码要分批次的来种，最起码1公顷要分3批或是4批都可以，因为红梨你不能一下子种的原因是因为红梨采收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哦，比较麻烦，因为要一次采收，很可能你还没有采收完毕都已经烂掉了，哦，所以用一批一批的采收完毕了以后，马上就一批可以又可以采收了。在这个地方哦受教，最主要是它这个是属于那个台湾阳光客服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陈教授，还有一群志工人员在这个地方，为了我们所有的孩子平常在课业上面能够加强，能够辅导，能够增进，而现在是否刚好是这个寒假的当中，他们也继续在这个地方办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冬令，让这个小孩子除了在这个课堂上之外，他们也能够走出户外来学习我们原住民的地方，来接触我们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生态，从这个当中里面他们更能够学习怎么样保护去珍惜这个他们生长的一个地方，他们学习的一个地方。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方跟我们小孩子的其中一个课程，就是我们现在在地里头一个最夯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叫做红梨，啊，刚好这个红梨园这个地方就是提供给小孩子来这个地方去体验啊，怎么样子去生长，怎么样去学习啊，怎么样利用这块土地里面去滋养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让他们这个当中能够学习到更多与自然生态里头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就是我们做家长的，我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是很有意义，让小孩子能够走出户外，走到大自然去。